妈这把这个装备打在拼音身上也不是很疼。谢德说今天打比赛连大龙都没见到过。谢德这个人心态啊、嗯，这个人心态挺好的。今天打金豆是吧？心态挺好的，连大龙都没有见到过，好心态。哎，光头在问了问牛啊，问是没闪，但是好肉啊。大了小王，小王没闪，亚刀闪开，先把 Wink 杀了。好了 ，YSK 吗？有金身。果然你得跑啊！果然你队友全死了，果然也死了。哇，尸体在这。哇，抓 Q， 在打字。哎，在打字，五杀，五杀，五杀，在打字五杀。应该在打字五杀。对，应该在打字五杀。现在不给。哎，在打字五杀。抢了一下不给。哎，打真给了。真给了吗？捡了。真给了。哇哇，真给了。这好，这里请吃饭的呀。哥跟天真说五杀，他给了，真给了，这是这才第一个五杀呀，兄弟们，恭喜你！我这个五杀手机可以找天真报销吗？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我这能找天真报销吗，兄弟们？嗯。真是好兄弟啊！哎，哥打着他就给了，不错。这就是有全部人的好处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这边没有全部人，一定不会送五杀。以前也是啊，你是所有人吗？对，所有人。以前我们打排位的时候，这种人家路人碰到别人了，叫个什么爸爸，给个五杀，别人也会给的。他是 fuck you， 不是他，你跟别人，你跟路人，路人局，你跟对面说给我五杀，五杀五杀 pentakill， 对面说 fuck you， 你叫个爸爸，怕别人会给你的。不不，他真会给，真的会，真的会说 fuck you， 真给，真的，我经历过。我跟别人说给我五杀，他就说 fuck you， 是吧？嗯。现在我听说好像那个全部人要回归了，后面。嗯，不好说。嗯，听说要回归了，后面有机会。哎，这里亚高这位置没闪现，上面好。亚高被秒了吗？亚高。机器人的人哇！机器人的人头，而且我看了一下这个，哎哎。哇！无比神经，神经，没有闪现的。没有闪现的恶魔流士快死了，他把他锤走了。不是，你送五杀就算了，嗯，你不杀人是什么意思啊？好兄弟，我不仅要送你五杀，我还不想让你死。好兄弟，但这个跟第一个有点不一样啊。第一个是确实可以送五杀，但是不杀是不太好吧？这个艾尔可帮天真挡过，挡过刀，挡过那个子弹可能。不是，嗯，这个不杀是不好的吧？但是过命的交情啊。可惜看有机会打出复活甲，但确实杀了也赢不了。这是确实 IG 杀了这个飞流斯也不好赢。加不要了，加不要了吗？我操！哇，天真大了，后排两个，但是这个位置只能杀一个 on， on 也杀不掉吗？要死了吗？没有死，跑了，我跑了，反手来勾你一下，天真，天真要死了吗？兵哥闪现二，小王小王二回来再见。兵哥又把武器抬回来了，我还没死啊！啊！晋级，没办法，晋级。